先给我的头号人选阿鲁打个电话。喂 ，Hello， 今天是被选择的一方哦。又是你啊，我一猜就是你。哦，那我现在去找你，我跟你对一下奖牌，看能不能对得上。好啊，吃白饭组合。杨颖天。哇，这么快！我说这组合太不让人惊喜了，你们俩我一猜就猜到了。你俩名字我都写对了，叫白饭嘛。白饭。大白米饭，字面意思吗？想念大白米饭了。就一狗一个中国味。我简直，哇！我简直，哇！哇！这是什么？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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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分叫地主，抢地主啊！抢地主，这不能算，这不算了。我被白鹿，我像一头驴，被白鹿给拉着。不是，正义，两分。感觉有点欧洲杯的意思啊。正如球场上有一句名言所说，这片绿茵从不缺乏天才，努力才是唯一的入场券。希望各位也能向最强联盟的称号努力发起冲击，不留下任何遗憾。好，加油加油。到目前为止，各位的安慕希磁贴的原始积累已经全部结束了。盆儿哥和苏炳添一共有18张安慕希益生菌酸奶的贴纸，沙哥和大勋有14张安慕希益生菌酸奶的贴纸。我俩着急，我俩还着急做饭呢。凯哥和雨琦有3张安慕希益生菌酸奶的贴纸。我们也不多啊，松哥。周深和张真源有5张安慕希酸奶的贴纸。白鹿和范丞丞有47张安慕希益生菌酸奶的贴纸，先撕他俩，先撕他们啊，先撕他们，赶紧要巴结我的趁现在啊，我能分他几个超能力，我手握10个超能力太多了，别高兴得太早，摇倒点赞。接下来在你们各自的出发点的房间里，每一组都将领到6个安慕希玩偶 ，unbelievable。啊，这是奶娃哦 ，unbelievable。安比利沃包 ，unbelievable。unbelievable。这6个玩偶中有4个需要留在你们自己的房间，而另外2个需要分配给其他组的搭档。全部分发完成之后，每一个 unbelievable 需要你用5瓶安慕希，也就是说你房间里的玩偶越多，你需要喂给他的安慕希的那个磁贴就越多。要提醒大家，场地里还会有一些安慕希益生菌酸奶的贴纸，但是数量有限。中奖了，中奖了，是不是有了吧？只有自己房间里的所有玩偶都被喂饱之后，这一组搭档才能解锁选择自己的运动超能力，每一组只能拥有一个超能力。那些被人选的，我们可能不能再选了。来吧，来吧，我们自带复活奖，啊！大勋，功能啊！你别忘了，你有功能。完了，还会认清局势啊！哇！超能力站点，啦啦队重赛，交换球衣，超活益生菌，超活益生菌，这是技能吗？五个，中天是什么意思？就是你今天是超能力，这是说可以追人的意思吗？我觉得可能就是代表了可以跑啊，就是抓到了跑得快，就是他可以被抓住之后可以直接离场。现在可能是给一个技能说，让你先跑。苏炳添那就是咱们跑的跟苏炳添一样快，或者是苏炳添就是咱们的打手。就是我手里那个鹰，啊，
拉拉队，拉拉队就是说看别人比赛呗，有可能。我觉得拉拉队就是那个人墙呗。拉拉队就是对十八铜人。拉拉队球员都在那准备了，是吧？十八铜人。交换球衣。交换球衣。换队友。哦。是不是？哦，有。OK。看这个。这在干嘛？重赛，就撕完之后复活呗，相当于。还是全部重来。你的意思是？我的意思是，在最后要决出胜者的时候，你突然重赛，不会那么大权力吧？这个就是能活很多次，益生菌嘛。哦，我就老活着，菌嘛，老活着不死，一晚上不死。我觉得这绝对是最有用的。超活益生菌，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感觉超活益生菌绝对是最厉害的。超活。我一定要超活益生菌啊！先喂吧，是不是先喂吧孩子？先喂吧，喂吧，在这儿直接放这儿喂。到点了，你喂吧，还是你熟啊？这五个，那咱家这个奶少给四个也行，三，也能对付。其实孩子不一定都得喝一样的量。对，你们这个有点太教条。我们不想非得养成一米八几，对，一米六几我们也能行。而且关键他有超活益生菌在这里吧，他也好活。喂仨差一个，对吧？哦，差一个，那就喂仨差一个。对了，这还有一个饿着呢呢，那就不喝这个呗，喝真的不行，不整假的了，就喝真的，拿真的五瓶行不行？这个也差一个，这整瓶真的呗，不就完了吗？你说我们就仨，你说你们六个要不抢一下？吃点吧。家徒四壁啊，还有四个娃。我们怎么吃？我们一个都喂不活。一人一口奶，喝着点吧，有多少喝多少吧。抱住了，给你插在这儿。别再给你出去找。那我们没有可能喂饱。怎么有可能？Unbelievable, nothing is impossible. 咱俩呀，就上对面那个坐人看台上坐着去，苟到最后。我觉得有苟到天黑。你我们就是要留四个在这里，拿两个出去给他们。对，给谁呀？我们要不要这样，一个给范丞丞，一个给沙溢？因为我觉得沙溢他们跟我们很近，给。我别人会知道我们给的是谁啊？给晨哥，他们有没有都无所谓，他们俩好像都不用超能力，他们俩本身就是超能力。一个给晨晨绿队啊，一个给红队。现在要把大家拉到同一个起跑线的，就只有把所有的给晨晨他们。放下吧。就俩，一共？不可能，不可能。又要来了。我还可以只给一个呀，复合了，来不了了，不行了，行了，养不起了，别来了，走开，出去。哇塞，看看我们有多少娃娃呀，这两个 unbelievable 已经姓范了，我真养不起了，别来了。二四六八九，已经有三。没了，没了呀，每一组都给完了，是吗？啊，差三个，哇塞，养不起了，好壮观啊，这么多。好，我知道了，今天我来撕素。深度好睡眠，为奔跑加速，喜临门床垫提醒您下节更精彩。本节目由安慕希独家冠名，一口安慕希超多超活益生菌。本节目由大家都爱吃的米多奇烤虾馍片赞助播出。奔跑不怕痒，擦一下停。本节目由999皮炎平赞助播出。乌苏啤酒，
就是硬核。本节目由乌苏啤酒赞助播出。上 Z 世界部落投稿一封情书，解锁十周年限定周边。我感觉咱俩现在先至少不要太过早的分开，因为如果我俩过早的分开，容易被人偷袭。我们要找十七个，应该是 R 标的信封。哎呀，有吗？有一个。哇哦，太好了，手气很好哎。找找找，他们咋跑啊？我们又不撕他们，我们又不撕他们，不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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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先看看有啥。没有，什么都没有。去外面看，去城外。他们都出来了，沙哥。你们给谁了？给谁了？哎，哥，娃娃给谁了？给谁了？啊，没给你们。是啊，不是给范丞丞了吗？啊，你给谁了？我也给范丞丞了。但我们也收着一个。我估计范丞丞给你们的。不是怎么个事儿啊？现在这是啊？这儿还有个机器，那就说明这儿，哎，看到没？妈，看着没？那边没有，那边没有。看着没？看着没？小玩意儿。咱别闹啊！啥呀？我那就一个。哎呀，这放着放着，迷惑他们，迷惑他们，迷惑他。哟，我拿手上的。哎，这儿。一个，这边没了吧？吓死！一天天的被你们吓死。两个，可以啊。太少了，你这一次就割一个，你们也太抠了，你们。有几个？四个，那就五个了。不，就是加起来四个，那还差几个？屋里边有一个，还有。有。他一个里面就一个。天哪！哎！哈！又有一个。什么运气？我觉得去城外看看，应该马上就有。我去，我恐高啊！我去，啥也没有。肯定有。啥也没有。说了有，一个两个。超活益生菌啊，阿姆西，我们相信你。咱们今天就相信阿姆西。喊出口令登场吧，我的超活益生菌启动超能力，干杯，喝下阿姆西活性益生菌酸奶，即可召唤六个超活益生菌，协助作战15分钟，但益生菌不可主动攻击。Pajaz，即可让益生菌们集合保护自己。Ozolat，即可让益生菌们解散队形，跟随自己行动。好，不是十五，这个十五分钟只能作战15分钟。
对，这个益生菌只在床上15分钟，用完了就没了，对，就消失了。哦，一二三，我们这里属于休战区，全喂饱了。进来吗？是你。哦，他们在选超能力，他们在选超能力了。天哪！我看我哥那一瞬间自己好像灭霸的那种感觉。你要记住，帕扎斯是集合保护自己，就是他。是读法对吗？念 Pajas Pajas。帕扎斯。哎，听下标准发音啊。Pajas Pajas。Osoy Osoy。Pajas Osoy Osoy。好，我们先在外面再看看。Pajas Osoy。Pajas Osoy Osoy。各位成员请注意，超能力超活益生菌已被兑换。那程程，我们以后有很多人没有给程程。范程程选了超活益生菌，那他们肯定选那个呀。对，程程已经换了，还不收拾他？你们把娃娃给他了吗？我给了他一个。你都给他才行。他现在差。但是有人给了一个，有人也给了我一个，我们七个现在。我还收着一个呢。哎，我要不收着那一个，我们也换了。我那一个程程给的吧。有可能，我们七个，我给了你们一个。你我告诉你，你到时候你就你跟程程你们争第一了，我们肯定没戏了，我们现在肯定不行了，我们现在找俩胃都喂不饱，还嗷叫在家。那咱还差俩咋整？咱俩这个只能跟他抢，跟他拼了，收身上去了。哦，粉的，两个。还好没有走，好像都揣我这里了。我们现在还差七个左右吧，是吗？看一眼，还差七个。那儿有人，程程他们，往这儿。周深，沙哥他们也来了。周深，跑啥呀？干嘛？没了，我估计都没了，扫干净了。我去，这多呀，这有俩，我用仨。你要他干啥？你要他有啥用？但我们可以不给你。你给我们，咱们就结盟，行不行？给我们俩，咱就结盟，行不行？你们不撕我们？我不撕，你就给俩。你确定吗？确定，肯定的。你就差俩，我就差俩，真拉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对这班班长的名誉。对，完我赶紧做饭去。对了，行，给你。走，换他。你看我把被都给你了。好，走。喂，快给我喂。一看你们还多了，不会算数，整多了没有？一、二、三、四，你真多整一个，多整一个。那我刚算错了，那差一个，他给了咱俩，我们换，换苏炳添，行，换苏炳添，苏炳添。来演习一下，三二一，登场！他妈，我的超火超英雄，怎么了？他废了，你就死了已经。三二一，登场吧，我的超火英雄。各位成员请注意，超能力苏炳添已被兑换。沙哥对上了，超能力苏炳添已被兑换。兑换？你要成为别人的队友了。哦，成为谁的队友啊？是这个意思吧？你被兑换了，不会是我要一个人单打独斗了吧？可能哦，可能他成为别人的队友喽。快走快走快走，他俩太吓人了，打一点屁股都想死了。不会这么快就离我而去了吧？苏炳添被兑换，那现在还剩三个超能力。啊！我们成功了！耶！快进安全屋！进来，锁着。啊！来，一个。我们是不是唯一一个从五个翻盘到这儿了？想不想要这个？重赛，在记得你面对嘶吼喊出口号，再给我2分钟，可以贴回名牌与把你撕掉。这什么超能力啊？那不就重新死一回吗？明明可以让苏死一回，还让我用复活甲，除非让一个，可不可以给我们走弱一点的人撕？今天一直围绕着他们俩。哎呀，好烦呀！可以换一个吗？
行，我们就吓他们一人。这个很强，对，很强。各位成员请注意，超能力重赛已被兑换。哦，重什么？哦，明白了，那些被人选的，我们可能不能再选了。对呀、啊，哦，重赛就没有了。其实重赛是多一条命的那个，张真源和那谁，他俩，因为他俩基本找不着这俩人，一直在找奶奶，就等着兑换呢。都有超能力了，怎么玩啊？就剩拉拉队和拉拉队和那个交换球衣，交换球衣了。哎，那个是不是一个？啊，两个，拜托两个。够了吗？哎呀妈呀，太不容易了！宝宝们，太不容易了！我们回来了！哇，我们真的成功了！怎么样？ Yes. 球衣还是拉拉队？交换球衣，我觉得是换队友。换队友呗。啊？什么意思、啊？不是，交换球衣还是说撕的时候就？不，也许这个是反弹。不是，他也许是有时间限制呢，但是拉拉队感觉就很一般，就是对，那试试吧，试试。那就剩这个了，拉拉队就剩一个给我们呗，啥意思？别人撕的时候，我俩在旁边加油。那我们只能选拉拉队了，没得选了。超能力交换球衣，拉拉队已被兑换，兑换完了。怎么这么安静、啊、安静的可怕，安静的令人发指。场上的局势瞬息万变。那不行，咱俩现在就回去吧，猫找一地儿猫一会儿吧，藏起来吧地下。对，走吧，我们去夜看，慢慢看看。其实我们去吧，他们也不会跟我们撕的，他们可能就会跑。其实说实话，所有人的矛都肯定先指向晨哥跟丙天，肯定因为他们太强了。你想想，丙天哥是从那儿直接能到你脸上的人。哇，他丙天哥今天哎，他对啊。谁呀、啊？两个队伍啊？前面你不是撕他吗？太窄了，太窄了，对。先去杀老师的门哥去鸟吧。他又躲起来了，特别擅长于躲藏了。休息啊。嗯。那我们怎么办？我们没有。他们开撕了吗？都没撕对吧？晨哥，沙哥在那边。这干啥呢？这是。沙哥在那边。怎么的？怎么的？干啥呀？这是。干啥呀？这是。沙哥。要干啥你们？你们被包围了，前后包围你们，你看。天儿啊。我可是你的老板啊。老什么时候变成老板了？我拿到的就是他那张卡，我只要一喊你的名字，你就得帮着我。咱们这样吧，咱们都在大草坪集合，开战。走吧，那咱去草坪吧，这儿跑上跑下的，走。走吧，走了。这样，到操场之前，我们都不要动手啊，以和为贵。咱们。是骡子是马，操场上溜溜。我们像那个要集结打复仇者联盟那种感觉，我们这边就是一个跑男团。今天能撕一个人行，你看小苏现在已经开始活动了，为我现在已经开始准备了，备战了，为你好，咱们都活动活动啊。所以我就说，我只能最后巅峰对决，我跟你讲。哎，要把危险铲除，先得弄晨哥呀。不是你那个是什么呀？你们想不想撕晨哥？你离我近一点，你送给他们得了。都是防守的，咱换谁呀、啊？关键时刻也不好说。好像也只有李晨，但是不要在他们面前用这个，我觉得，就让他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啊！这样，咱上去弄。好。啊！他们怎么又走了、啊？哎，什么意思啊？他们去什么？用超能力去了。其实我刚才好几次想对周深下手。
不，你得让他留着那个，让他们去耗别人去。你想啊，他俩换没什么意义。对，他俩还有一条命。但他俩换有意义。程程和白露。对。天哪，你们撕一下吧。我们可以撕，那我们撕谁呀、啊？你说，要不然你就撕他们呀。不是，我们不动手，我们肯定谁我们都不动手。他们有一个特异功能叫苏炳添，你用不用？当我们得用啊，那关键时刻我们肯定得用啊。我觉得应该不至于是把炳添哥召唤过去。我觉得，哎，晨哥，我觉得有可能是长得像炳添哥的一个人。上哪儿找去？到匈牙利了找长像他的。他们是什么？他们是，我觉得你们是不是会可以多一条命啊？对，他们是同犯。晨哥，动手吧。哎哎，啥意思啊？别找我们呀，哥！为什么找我们？他们都女生。他们呀、啊，他俩死活在那儿，求你们了，赖赖唧唧的，求你们了，哥，求你们了！天啊，炳添哥，让我见识见识你的速度！干啥？干啥？你刚才挑什么拨？啊，我们从来不挑。不是，我就瞎说，我让他就。下次不许挑拨了啊！错了错了，你这挑拨这事儿有点儿……他们要撕他们了都，快帮着撕！哥，求你们了！我觉得凯哥他们最舒服了，看他们两个在那里看着。他要撕了，就我们咱们俩就是整成这个，就显得咱们好像在撕，你知道吗？假的，完了他们就撕了，麻不麻不完了，麻不麻不完了，麻不麻了，这个。啊！真给你！啊！真给你！撕！大勋，撕了！啊！有病啊你！你这有病、啊，你有病啊！沙哥怎么落单了？我们去撕沙哥。好。撕！大勋，撕了！但我怕陈哥他们突然出现。你们还有重赛呢。完了完了完了！三二一！啊！啊！啊！等一下，等一下，暂停了。大勋，我被伏击了，又被他俩给伏击了。哎，怎么不用这功能啊？没等说呢。遇到危机时刻，喊出口号，亚洲飞人苏炳添即刻让在场其他人静止，自己获得9秒83的逃跑时间，该能力一共可使用3次。9秒83逃跑能撕别人吗？咱俩只能苟到最后，就有这技能，咱俩能苟到最后，能走到第二名，能得正第二吗？能得正第二，就是跑吗？哎呀妈呀，哥，你正在那跟人家在那玩呢，我被人伏击了，一点也不精彩。我这离做饭也不远了，你快跟我们一队吧，还不认清局势。大勋，你好好活着啊！哎，功能啊，随时准备啊，咱们就得弄晨哥换这个。哦，我觉得我们俩合伙在一起，说不定能死掉。快去吃饭。我要上跑，这两个了，他们跑了，快快快！不！我去，这张远还刀一下。兄弟，我简直，哇！
这是什么？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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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了，哥，我看热闹让白露丝了，哥。人口偷袭啊！丙天哥淘汰了吗？兄弟，兄弟。我成功了。我们这个两个人只能用一次，我给你用用你用你用给你用，哎，你给我用，给我用，我还想上场，给我用，给我用。好，是的。用了你内衣，给你一边。你给我用，我还想复活。魏大勋 out， 周深 out， 李晨 out。来，结束语。我恨你，我恨你们。爱你们哟。我恨你们。你问谁死的？白鹿，你没特异功能呢？看热闹呢，忘了。真元，真元，真元，别忘了，上面还有一个人呢。我们可以把对方的两个队员给换了，就相当于你撕掉白鹿，就相当于把范丞丞给 out 了。对。对啊，现在等于还有两个你是吧？那我们结盟吧。我们结盟，我们撕白鹿，然后我们就把程程 out 了。丙天哥，只有我们了，他们结盟了。他们结盟了，我们也结盟吧。我们也结盟吧。就是我们六个了。那我们只能换他们俩，那用吧。用。喊出某某某某交换球衣吧，即可指定一组搭档永久交换名牌之后被撕掉的名字对应的成员。out。啊，就是让他们先交换名牌，然后撕弱的那个。弱的其实就把强的给撕了。白鹿范丞丞交换名牌吧。超能力交换球衣生效。超能力交换球衣生效。请范丞丞白鹿互换名牌。这个好烂啊！你们这个好烂呐，我以为最起码能换一个人。你们什么技能吧？我那个太水了，这个感觉。用一下，用一下，让我们看一下。我们都用了。我们都用完了。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喊出口号。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可指定对方搭档其中的一人。原地加油，跳拉拉操一分钟。期间加油成员不可以攻击或被攻击。该超能力可以使用三次。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超能力拉拉队生效。啊啊啊！请宋雨琦原地跳拉拉操一分钟，为你的搭档加油助威。你不是叫我叫你跳吗？那你们就三个人撕嘛。什么鬼啊！一分钟倒计时开始。好烂、啊。录音。好烂啊！你这个。趁现在，丙天哥，我师傅凯哥，你说，但你好烂啊！你为什么要我跳舞？我好傻啊！开心吗，哥？这个真的比我们那个还水，我真的是。丙天，联盟吧，联盟吧，结盟吧，把他们。他们最厉害。我再告诉你一个秘密啊！四白鹿范丞丞 out。哦，对对对对对对对，走吧，走。没必要吧？怎么突然变成这样了？大哥，大哥们，大哥们，没必要吧？大哥，大哥们，你说工厂把超过一声军。
撕个撕，范丞丞，你们使招了，使招了，再见，再见，招一棒去，什么东西？再见，再见，招一棒去，啥呀？哎，不是 ，push， push， push。超活益生菌，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感觉超活益生菌觉得是最厉害的。喊出口令登场吧！我的超活益生菌启动超能力，可召唤六个超活益生菌协助作战15分钟，但益生菌不可主动攻击。他们不能攻击，但他们能控制他吗？不能。到底这个超能力有什么用啊？试一试。超能力超活益生菌已生效，限时15分钟。哇！哇！益生菌登场！哇！哇哦！哇哇！啊，这儿呢，这儿呢！哇，这是活性益生菌。来了 ，push push。Push，Push，Push，Thank you，Thank you，Push，Push，Push， 这也能撕啊！我跟你信不信，这也能把他们撕了，你信不信？这样更好笑。Push，Push，Push。哎！四百六。这个这个拉拉队到底有什么用？白鹿 out， 白鹿 out。 哇哦，他你还在，超能力交换球衣已失效。 Fighting guys， 阿姆先生，这样我也不会说你坏话的。 Fighting guys， Fighting， push push push， sor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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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rry，阿翠，阿翠 ，push push push， 阿翠阿翠阿翠 ，push push， Guys, we lose. 范丞丞 out， 范丞丞 out。 气势拉满。告诉我，这个超活益生菌到底有什么用？到底用用在哪儿呢？这个拉拉队到底有什么用？谁想出来这个超能力啊？我在那儿列队，怎么这列队？怎么这几个大个儿就这个站着，全是口罩，一瞄就准。先把你条命撕了算了。没必要，哥，真的没必要。我那技能没用的，你看到？哎，你想不想看跳舞？你那个确实很有观赏性，再看一下我，你还可以、啊。我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还可以用。超能力拉拉队生效。什么奇怪、啊？还可以用啊！我这个技能没有用，只能看跳舞。我们俩先消耗他一条命。对，还有两条。对啊，还有两条命。是他，是他，加油，加油！哇，赵真人加油！
杀人员还有一次跟苏炳添一v一的机会。哦，对，他可以重来。我已经够本了，四了三个，厉害，没白来，没白来。再给我两分钟，再给我两分钟。超能力重赛生效，请张真源和苏炳添进行一v一重赛。刚才凯哥不在，我搞不过他。你要加油，哥，你可以的。你要不要再给我弄一个？我给你们俩加油。我不是，真的有啊，你很无聊啊。来来来，加油！加油！加油！哥，加油！他俩，他俩，加油！加油！注意安全啊，注意安全。加油！加油！我今天早上。那个个人的那个，我选了跟你一队的，真的假的？加油！真的。加油！加油！起来！加油！站起来！田大哥，干死！加油！哎呦，开始了！我！我小心小心！好好好。哇！哎，我张真源撕名牌，第一堂课是我教的。你看啊，我架起来胳膊，他们有从下边的。这样，那我就很有。但是同时都有风险，我也抓住你。还有一个就是，你可以跳起来，跳起来。我！哎，我。哎，没掉，没掉。但是跳起来有一个问题，就是你跳起来未必能一次性就抓住。张元加油！找徐子不一样的，有精髓。张元这一招非常厉害，非常厉害，腾在空中。哎，但是苏炳添好像找到了。哇！但是苏炳添好像找到了，苏炳添好像找到了。深度好睡眠，为奔跑加速，喜临门床垫提醒您下节更精彩。本节目由安慕希独家冠名，一口安慕希，超多超活益生菌。本节目由深度好睡眠为奔跑加速的喜临门床垫特约播出。台铃长续航电动车，奔跑吧官方指定电动车。哇！但是苏炳添好像找到了。今天好像找到了。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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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原因了吗？哇！苏炳添 out， 苏炳添 out。张志远。哇！好累，不忍心。来吧，哦，张振阳会不会提前杀所有人？哎，小心点。爆炸！一，
太强了，太好了。真源，行了，真源，你差点撕掉所有人，你已经很尽力了，尽力了，行了，虽败犹荣了，可以了，可以了，已经很可以了，太牛了，他尽力了，你可是撕掉两位最强的一组，你这几招都我教的，最后全使我身上了啊，来吧，经过一天的鏖战，今天的 MC 最强联盟竞赛最终胜出的搭档是。干啥呀？啊，准备呢？喊名儿，一三九 club。恭喜凯哥、宋雨琦获得最终的胜利。耶、yeah! ！马上为你们送上由 MC 提供的纯金的送达十一克的金牌。十一克，哇！哎呀妈呀，你们俩容易吗？家徒四壁，三个安慕希，含辛茹苦养四个孩儿，把四个抱抱拉扯大。哇！最少的三颗奶的人拿到了，真的，我们永远站在攀短。哇，这有十一克，我感受一下，挺重的哦，挺沉的。哎呦，怎么回事？我看，烫手，烫手，好重。这样，我把这一颗送给我们的亚洲飞人，值得拥有这一块金牌。谢谢谢谢谢谢。雨琦，看看你凯哥的表现。这一块咱俩回去掰一掰。哎，对，我也觉得是。到此，我们安慕希最强联盟竞赛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努力拼搏，优胜者固然可敬，但落后仍然拼命追赶的竞技者同样值得掌声。即使没能成为最后的第一名，但在争夺第一名的过程中，你们每个人都是自己的冠军。就像在真正的体育赛场上，获得冠军从来都不是终点。只要永不言弃，一次又一次的超越自我，就是给自己的最好答案。耶、yeah, ，张震元今天太强了，跑男以后的运动量就都是张震元。以后但凡有个什么冠军来跑男，我们以后就是有第三个选项。张震元担当，后继有人了。撕名牌最强者。太阳去喽，在这说吧，开始吧。啥呀？这又是？这啥呀？这什么？哎呀，指压板！指压板！啊！啊！我的妈呀！顶级的好竹笋呐！哎呀，和平安慕希，十一我心一身金。酸奶压压惊，相信大家通过刚才的参观已经感受到了南宋的建筑之美和文化之美，也体会到了浓浓的宋韵气息。宋朝的文人雅士惜字如金，总是能用最精炼的文字表达出最动人的意境。接下来各位要进行的第二场热身赛就和语言表达相关。哦，惜字如金，两个社团依次进行挑战，负责描述的四人分别只能用一个字、两个字进行描述。十万米，呵，品牌。其余两人负责在高台上答题，屏幕一旦展示，高台的木板就会开始缩短，答对一题记一分。来吧，你先来，行。你去吧，好，体验一下。到台子后面啊，志远，你跑后面。
他们为什么在后面啊？不应该在前面吗？他们要从门里出来，直接这么走上去不行吗？也可以，要有点仪式感。哎妈呀！啊，这玩意儿还是有点吓人，说实话。浩浩，你先蹦一下试一下。我先蹦一下。你感受一下。你直接这样跳下来，来，我们三二一一起跳。3 2 1。三二一。弟弟还是年轻了呀，被张真源叔叔骗了。张真源，你都当叔叔了。我已经学会了。3 2 1。我们这是要一直猜，猜到掉下来为止。对，那猜不到呢，就眼睁睁看这俩人掉下来。这不管怎么样都得下来。是的。哇哦。来吧，惜字如金，文艺社第一次挑战，请出题。开始。文。快快快说呀。治河。啥？治河。道童，请出题。你说你说。味儿。味儿。长沙。长沙臭豆腐。臭豆腐。治河是啥呀？文治河。啊，文治河，妈呀，你们都要被捡到 Z 世界去了。好了，来，哎呀，下一题。鞋，周深，周深，个儿，你都带儿化音，这都俩字儿，变长，增高垫，增高垫，前面三个字我都猜出来是什么了。我不是根据身高想出来的，真的。你最好不是根据。来来来来，下一个下一个。吃。皮冻。啊？什么东西？什么东西？皮冻。皮冻就往猪那儿引呢。狠。鸡腿。鸡爪。猪腿。啊，猪腿。猪腿。啊，猪腿。猪蹄。猪蹄。刚好你对腿部很了解。腿部是他的统治区。啊啊，这又是他的统治区。又是你的统治区。腿腿好。黑宝。黑宝。丝袜。丝袜。绝了！猪蹄，丝袜。不是，他这能老沙都这样了，已经。黑宝，丝袜。这个都已经，这是你比划我来猜了，已经。那你们应该没看到吧？啊？你们应该没看到吧？没看到，没看到，没看到，没看到。啊！天哪！你们应该没看到吧？天哪，姚 PD！ 天哪，没有看到姚 PD， 怎么会看到呢？我们应该是没有听到吧？来来来来，下一个下一个，快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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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来一个再来一个，这个很难。马。他们还在动，快点，他们要下去了。戒子，啥？戒子是什么？东北话。戒。不行了，没了。快点，空。纸尿裤。差不多了。纸尿裤。接近了。马桶，娃，老杨，老杨，
什么啊？开裆裤啊！开裆裤，我也没娃，我咋知道有这玩意儿啊？戒指是什么东西？东北话，就那个小孩儿。太东北了，真没听过。恭喜文社第一轮答对四题。你上去，你上去。我觉得顺序应该换一下。我说一字吧，会说的说俩字儿。我觉得你最会说了，那我就俩字儿。我争取我这儿就差不多了。一个字。文社第二次挑战，请出题。哦啊，那个，滋，啊，滋，东北，烤串，串，烧烤。啊、我想说淄博，淄博。下一个，下一个，下一个。哦，这个难耶。水，杭州，西湖，西湖，哦，菜。醋鱼，醋鱼，厉害厉害，大哥，你放心吧，交给我。下一个，哎呀，鸡，鸡，鸡脚辣，酸，酸辣鸡爪，快了快了快了。酸辣鸡爪，快了快了快了！酸辣鸡爪，不，芥末鸡爪，五谷凤爪，别的做法，别的做法，虎皮尖椒，哎呀，多说几个，多说几个，芥末鸭掌，酸辣鸡爪，酸辣凤爪，芥末鸭掌，五谷凤爪，很有名的，五谷凤爪，差不多差不多，酸辣凤爪，不是还有什么味儿？辣酸，泡椒凤爪，对，泡椒凤爪，停。这里二十个字有了吧？我已经躺不下了，没有地方了，还能答三题。下一个，下一个，下一个，看。干什么？指我？困，睡觉，牛，出声。那个啥，出声，打呼，打呼噜。打呼噜指我干什么？啊！我不就在车里。啊！来，继续啊！啊！动作不行啊！长唱！我的态度太多了，演员、歌手、综艺咖，三个字。范丞丞三个字，真讨厌，真讨厌，真讨厌，这你们都不知道啊，小孩子，快点，抢镜，演沈眼包，演沈眼包，哇，可以。为什么要十指相扣呢？准备吧，弟弟。来，最后一个了。硬，嘴里。坚果。嘴里。苹果。嘴里。苹果。滚。虎牙，蛀牙呀！哎呀，虎牙，这说白录播了吗？对呀、啊。哦。来，五。还是不了解大家，不了解，点眼包猜了这么久，我确实没想到。刚才沙哥和凯哥一共猜对了五题。走吧，咱俩去吧。我能相信你们四个吗？不是。你们得说，别犹豫，犹豫的全是那时间。我觉得最着急的就是张晨宇，我是真着急。下一个，
说不能演，说呀。那个，哎呀，我是真着急，我老想用肢体把他手绑住，就爱唱跳这一挂。文艺社第三次挑战，请看题。啊！怎么了你今天？张真全。蹦。蹦。开始了。只能说。说呀。说呀。好的。爆米花。哇，你等一下，凯哥在旁边都急死了。来，再来一次。来。不再来一次。来，别客气了，这样。弟弟，等他们组上来的时候你过来。吵的，你说个电影都行啊，吵的。吵的。继续啊，请出题。洗，挠痒，头皮屑。Yes。头皮屑 ，yes。哎呀，我真受不了了，我这女孩。头皮屑 ，yes。哎呀，我真受不了了，我也想好了。你想说什么？我是老调。歌 ，F 四，三，流星雨。哎，哎呀，这位置真烦。张真源都没有机会说话了。真正的惜字如金在这里。真源，你就承认吧，你就适合体育组。我去，你根本就不适合文艺，搞体育吧。我适合，再来一局。快！哎呀，又知道了。这不行。他又开始了，给他发害怕派去，不能理解游戏规则。赶走。驱蚊香，烧蚊香，蚊香，滋啦，哇塞，你也开始了，滋啦，哇塞，你也开始了，滋啦，他也开始演，你也开始了，这么爱唱跳。文艺生就这么爱演吗？滋啦是什么？这么爱唱跳？滋啦都出来了。出来了吗？蚊香。烧蚊香，大蚊香，小蚊香，电蚊香。他说了，没事。我在他滋啦之前就想说出来了。不是吧？应该是我，还是跟我有点关系。哦，难吃，吐。到赛点了。来，点睛。精彩的地方来了。别唱跳啊！你说话呀！水里，哇！海鲜这两个字这么难吗？什么罐头？什么鱼罐头？什么罐头？什么鱼罐头？什么鱼罐头？咸鱼罐头。什么鱼来着？不能说了。咸鱼罐头。刚才文艺社一共答对13题，恭喜。该你们了。我们来。大哥引起民愤了，大哥，你太能演，把那些别的节目的风气都带到我们跑男来了。来，你去，让你见识一下我们跑男的精神。咱们这样，想不到就下位和过，不要下一个人赶紧说，不要浪费那个想的时间。不要硬，咱们体育组不要硬展示文化水平，好吧？对。体育社第一次挑战，请出题。想好了啊，想好再说啊，别着急。胖，
上学。班主任。不要。上学。班主任。不要。班主任。不要。不要。有没有共鸣？有没有共鸣？我最爱我的班主任了。放我肯定想不出。对啊。当共享单车，不是共享单车，自行车，自行车，对。打打武术，柔太极拳，太极拳。生活 is everything。 天天津狗里包子，狗里包子，你好快啊。高荣浩，荣浩我跳快断了，下来吧，再来十题，我打十个。沙头套，假发，接，假发辫。我真服了，真无语。胡某，贾宝玉，耶，祝福，蔡国庆，太厉害了，太厉害了。我不要在这上面待一辈子吧，来玩会儿吧，随便来，你们俩玩会儿。他们俩都没有任何参与感，我觉得他们都没有时间说话，你们俩都没有说话。来来来来来，这样吧，我帮你打最后一个。奴，行了不行了，没了没了没了，说摇 PD 不就好了啊。对啊，你这说摇一天不就完了？他们俩不知道。你，大黑牛，别的，能力者，你，大什么牛？大水牛，大水牛，别提。Ricky 都猜出来了 ，Ricky 都猜出来他是大水牛，本人没猜出来。一个字扔，分类，臭，装的，垃圾桶，对，俩，告白，写，信封，情书，耶，情书，耶，太有文化了，我去。简单，这个简单。哇，这个好简单啊。十，问你，一百，阿姆西。十个字，奔跑吧兄弟，十，过，不能过，过不了，十四，十，停牌，十四，过不了，停摆，阿姆西，no， 十，为什么十？为什么呢？阿姆西十级酸奶，不对，十没了，不行，不能过，十，新品阿姆西酸奶，不对，没有代言了你，阿姆西活性益生菌酸奶。这一题不是我的。这一题的答案是安慕希活性益生菌酸奶。安慕希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今年他又推出了全国首款小金罐常温活性益生菌酸奶，每瓶添加十亿超活 LGG 益生菌，让益生菌活着到达肠道，更好守护肠道健康，同时减少了90%的蔗糖，更轻盈少负担。一起干杯，一起安慕希。安慕希活性益生菌酸奶，每瓶添加十亿活性益生菌，好喝更有益，一起安慕希。体育社第三次挑战，请出题。
哎呀！哎呀！哎呀！张，他什么？精灵女儿，时代少年团。耶！这太简单了。唱唱，东北。秧歌有秧歌，二人转秧歌。哎呦，周深，没话说，没话说。哎呦，真的，来来来，下一题。过过过，直接过，直接过，直接过。过，我觉得我们挑战一下。不用不用，不用挑战，不用挑战。哎，其实就俩字就行。成语鬼怪。鬼。成语。魑魅魍魉。对。怎么这么厉害？对。过什么呀？他绝对行。真厉害。太强了，你这是怎么联想到的？鬼吗？那四个字都有鬼，这个可以过了，真的可以过了。不不不，我觉得可以。歌，祖儿，挥着翅膀的女孩，挥着翅膀的女孩，不愧是歌手。周深，你就是王者。这是怎么反应过来的呢？漏题。他们怎么全是这种啊？不公平，这个不公平、啊、有黑幕有黑幕，我从早上六点背到现在能背不下来啊啊。团颈椎，颈椎绕绳，绕绳工具。哎，不懂干嘛呢？干嘛呢？拔火罐，挠痒痒，倒过来，痒痒挠。好，不是，请问倒过来这三个字是什么意思？倒过来，不是，我跟你说，倒什么叫倒过来？对啊，倒过来是几个字啊？这难道不是一种提示吗？我要补一个，我补一个，倒着。哦，痒痒挠。哎。太过分了。哎，你国。下轮。去哪儿？去熄火，去藏捉迷藏。匈牙利。哎，去西湖。我不会游泳。知道啊。确实没通知你去匈牙利，小薇。小薇，等机。小薇去西湖吧。哎，等一下，这个好弄吗？好弄。你说闷儿。懵。闷儿。闷儿。门牛，水牛，耕地，大水牛，爱耕地的牛，水牛耕地，李晨耕地，成语，李晨耕地是成语吗？不是，成语，成语，月，字字不倦，朗朗，嫦娥奔月，成语朗朗，闷下来吧，成语朗朗闷，灵活的手指。成语朗朗闷儿，对牛弹琴。朗朗该疯了吧？我们对朗朗老师的评价是对牛弹琴。不是，不是，不是，不是。快瞅瞅你有几条命！钢琴只能用两个字来代表，就是朗朗。哎，好滑，我都滑下去了。好痛！刚才周深和小薇答对第一题。恭喜体育社在这一项热身赛中胜出。厉害厉害，又胜出了，所以你们可以获得一件最终捉迷藏大赛的高级装备套装，而文艺社只能获得普通的。来，我们就要进行今天的第二种谈判，策略性让步，开箱子。这一项谈判需要大家通过对彼此语言的试探以及信息差来猜测对方的底牌究竟是什么，而这个过程是一场艰难的心理博弈。哎呀，心理战激发了我新的斗志，本来想算了。大家刚才都已经补充了一些相应的货物，我们先来为大家公布一下每一种货品它的价值。一件荔浦芋头收益30000，一件酸笋收益40000，一件六宝茶也是40000，一件阿木西益生菌酸奶50000，一件老友粉
9万，一件劳动粉9万，月七。接下来开箱子的谈判规则也发生了变化。呀，发生变化了。稍后同样我们会选出一位经理人，其余四组根据你们手上的货物来进行组货，并向经理人口头申报。两个安慕希。没了。没了。我查查。然后这个经理人可以选择是否相信，并且决定是否开箱检查。啊，可以来加一张。如果经理人没有开箱检查，他通过了，那么这个箱子里的货物实际值多少钱，就全是你们自己的收益。如果经理人决定开箱检查，开箱之后发现货物如实，那么经理人就要赔货物相应价值的金额。如果经理人打开之后发现和你申报的不同，你报的对应的货物钱是你的，不对应的货物全是你要赔给经理人的。报是随便报吧，比如说几个什么，我有几最多五个，最少一个，只能报一种，只能报一种。对，妈呀，就是说真话说假话，就赌开不开箱，赌开不开箱，开不开箱决定了。但这里有一个更重要的信息要告诉你们，价值最高的老友粉是不能被申报的。啊？就是你可以偷偷的把它放在你的箱子里，但是你不能口头说我要申报老友粉。你就把它当成情报，他要是没开箱，这个钱你就等于混过去。老友粉只要被开就是经理人赚，对，如果不开你就赚老友粉的钱。是的，其他货品也是啊，不相符的那些东西都要赔钱的。那为什么要放进去？因为他收益高。啊，如果他不开箱就归你了。哎，这有点难，心理战。就看你愿不愿意冒这个险。当选为经理人的人，我们会给你直接发20万的工资，用于你这一项的赔付。如果你一个都不开，你可能就把这20万直接就赚了。啊，那也不错呀。但是不被你开箱的申报人可能赚的比你还多，因为你不知道他箱子里的货品究竟是什么。经理人是抽签吗？我们会根据大家之前的收益排行，从收益最低的一组开始选择你要不要当这个经理人。你如果不想当，那么就从倒数第二人开始选择。三村叫地主。抢地主啊。抢地主。现在让我们来看一下目前大家的营收排行榜情况。当选为经理人的人，我们会给你直接发20万的工资，从收益最低的一组开始选择。你三分叫地主。抢地主啊。确定吗？三分。三分。好快，三分。好，那么这一次谈判，白鹿跟程程你们就成为经理人。他坐庄了，我们呢？你们没有，你们就是运货了。啊，就一次庄。是的，我们没有机会了。啊，三个老友粉就抄他们了。重生之我要当地主，来吧。走，陆陆来个人就开，管你是谁，管你帮你，不要犹豫，不要犹豫，你给点面子让我们过去得了，留点空间，留点空间，留点空间啊。一万还要不要吧。我们跳湖。哇塞，这种感觉真好，好像这艘游轮都是我们俩的。重生之我要当地主，来吧。哇，船开了，我们马上就要开始这一轮的谈判。最后提醒大家，你们所有人的目标都是在这场谈判中获得更多的收益，让自己能够在收益排行榜上更进一步。今天的小黄金要不是大，要不大一点都对不起我们这么多人费的脑细胞。真的。除此之外，我们为大家准备了安慕希益生菌酸奶，安慕希小金罐添加十亿超活 LGG 益生菌，减蔗糖更轻盈，大家可以享用。接下来请经理人决定你要先和哪一组开始心理博弈。有没有人自告奋勇一下？
那就沙哥。好啊，沙哥。好。为啥呀你啊？唯一不跟我对视的男人。我没对视吗？你的眼睛都已经飘到河对岸去了。我是看景色呢，看南宁的景色。那么请沙哥和涛姐到屏风后面来准备你们的货物。哎呀，给啥啊？我真没想好，我觉得我怎么说他都得开，他们就不相信我。三个芋头，然后一个酸笋，两个六宝茶，还有两个老友粉，没了。价值最高的老友粉是不能被申报的。他要是没开箱，这个钱你就得混过去。就赌开不开箱。赌一把呀，放两个。你敢吗？他肯定开，他肯定开。他至少得开一次吧，他不可能一次不开，一次不然他也是输。他一次不开，他有20万。咱们就如实的就真的。我们就说三个芋头，四个，对吧？等于这也是9。就你怎么着，你了不起，你就是保自己现在了。然后假设他拍你，你愿意给他多少钱呢？我不给他钱，我不要给。你怎么不给他钱呢？你要给他，比如说你给他20000了，你就运过去7万了。你要一说给他，他更开。申报人可以通过让出部分收益的方式来实现双方的共赢，从而让经理人不开你的箱子。这种心理上的博弈叫做策略性让步，但这样的策略可能会加速经理人对你的不信任，让经理人更加迫切地想要查看你箱子里的底牌，从而让自己在博弈中陷入被动。他如果一直开，那就他一直开，他风险更大呀。那除非你讨好他。而且还有机会来了，他不要我，他不会要我，你相信人的心理。我一听说你要给我20000的话，你这肯定是他会要赚钱的。没准他们就已经放弃了，我就搞黄你，我就都开。不要揣测我们，不要揣测我们。哎，那你要不要考虑那个呢？就拿一个这个赌一把。不，你这样的话，咱可就往里赔了。现在低调一点，是不是？保守一点，是不是？看见不妙啊！看他们俩的表情，你看这俩。货带来了，钱带来了没有？说吧。你说，里面是什么？荔浦芋头。几个？3个。3个芋头。其实3个荔浦芋头我们也能亏得起，你亏呗。你确定？你确定？如果要是这样，我们肯定开了。你不？那你拿去，拿去。我好可怕。小林，你说说呗。3个芋头，沙哥，你说说吧。你说说吧。第一个嘛，我们玩稍微的低调一点，一开3个老友粉。老友粉只要被开就是经理人赚，对，如果不开你就赚老友粉的钱。猜中了。你随便，你随便。那可以，那我们开了啊。真假的？上来就开了？那我们开了。沙哥脸抽搐了一下，仔细说说到底是什么？芋头，真是芋头。
才三个芋头，但是可以谈，可以谈。不是你这个。你得告诉我大概是一个啊，我们想多少钱谈，是不是？对，是这意思。我没有多少钱，我那么点钱。5万，你看他放老友粉了。5万？可是我打开一个你的老友粉，我是挣9万。就一个老友粉吗？9。摊牌了已经。摊牌了，那都给你5万了，还咋的？几个芋头，好好说。2个芋头，1个老友粉。2个芋头是6万，1个芋头2个老友粉，你信不信？1个老友粉，给你5万，我挣4万。如果它里面有2个老友粉的话，我们岂不且赚？我2个芋头，1个老友粉，不行，我感觉这风险有点高。你但凡这是里面是2个老友粉的话，那我血亏。你相信哥一次行不行？我2个芋头，1个老友粉。那我们想开了，我们没得可谈了，没得可谈了，我们还是开吧。9万，9万，一下把底牌亮了，你都给你行不行？2个老友粉儿。你是不是觉得下次来上节目的时候想换个人搭配一下？哎，那你要不要考虑那个呢？我报3个这个。3个芋头。嗯，但是实际上我拿2个这个。那我听你的，咱冒一次险。真的。1个老友粉。那我们就开了。就1个老友粉，真的。给我们留条路，也给自己留条路。不，好不好？我愿意冒一点更大的。还要冒风险啊？你还能再加点吗？10万。到底有几个老油粉？不能再高了，我把我芋头的10000块钱填进去，6万里填一块，行吗？接不了，我要开了，拿不了了。啊啊，开了！啊啊，开了！他有可能3个老油粉了，开吧，都赌3个老油粉了，我上哪儿找3个去？至少有1个老油粉。哦，赚了！我猜怎么着？1个芋头，2个老油粉，你信不信？看来我俩不适合干这种刀尖上舔血的事儿。所以是这样的，超姐，你们报的是3个芋头，实际开箱只有1个芋头，所以1个芋头的钱你们可以赚走3万，但是有2个是老油粉，你们要赔给经理人18万。你们负数了。所有的烦恼说拜拜，所有的烦恼说拜拜。哇塞，这种感觉真好，好像这艘游轮都是我们俩的。你拉倒吧，这才第一单。好，那接下来请经理人指定下一组谈判对象。凯哥，来，请凯哥组到屏风后备货。这个要改变策略了，我感觉他们已经对我们形成威胁了。所以他们现在已经有38万了。我的妈呀，只要他带老友粉，有1个就是赚。所以他无论报什么，就是开，就是开，开就得开。就这样吧。这是炸弹。哎呦，终于出来了，我都忘了有你们一组了。这把我们不问你。真源说话。几个想好了说啊。2个3损。是俩。2个酸损。2个酸是俩。没了。天哪，好想拍呀，酸笋。
这么少吗？是两个吗？肯定是两个，数字不能撒谎。两个三婶。那我想知道你们有什么可聊吗？你们是开也无所谓，不开也无所谓是那种啊？你看着办。两个酸笋其实赔的挺少的，我觉得，真的，两个酸笋嘛，他那里就不是酸笋。你俩呢？挑了十个吧。我们拿了三个老友粉，两个芋头，两个酸笋，两个茶，还有一个安慕希。所以他很有可能是两个老友粉儿。有商量的余地吗？说两句。怎么说？我们现在要开了，你们怎么说？因为这个礼拜里我们就赔八万，你说最多我们能拿多少钱吧？多少钱？你看他肯定让利。让吧，可以给你，让给你们钱。哎，这样，我可以让利给你三万。三万，三万，三万怎么不瞧不起是吗？那我们要开了。我们一共就两个东西，你让我们让利多少？那我们那肯定开了。我没让利多，让不了多少，给点面子，让我们过去得了。我开，别开了。我觉得才八万块钱，你刚才赢了十八万。对啊，最多赔八万。那你让我们挣三万，有点太少。我现在稳赚不赔的给你三万，你还是你愿意，可能要亏八万。没有，你别听他的，最多赔八万块钱。对呀、啊，你赔八万块钱，你的二十万你就少了，那二十万你是可以拿回去的呀。赔八万，我们也比你多开吧。不是，你听我说，我里边就是两个酸笋。那怎么可能呢？那如果我真的是酸笋，我巴不得让你开呢，因为开了他就拿手十六万。如果我们如实了，他开了。是他给一份你们给一份，对，让你赚两份的钱。你这时候要保你的本金，你知道吗？你赔八万，你就剩十二万了。无所谓，什么无所谓？你别听他的。我相信他们。不可能。为什么不可能？八万块钱研究半天，赢了就挣八万块钱。你万一这是老友粉呢？我觉得他这么着急，肯定是怕开。快点吧，快决定，话我都说出去了。开吧，开。有可能是两个酸笋。哎，无所谓，八万我觉得理解。来吧，咱一块儿。你看，他就两个酸笋。Yeah, it's the 酸笋。那万一死不要开，还不如我们稳着。对，就直接俩五，就这样吧。所以凯哥他们这一组如实申报了货物，可以获得两个酸笋的收益八万。同时，经理人开箱错误，还需赔付凯哥组两个酸笋的八万。所以此队总共收益十六万。耶、yeah ！拿走你的酸笋，说说吧。我们报的是。两个六宝茶，看天看海的这俩，你瞧瞧，看见海鸥没？没有，再说说呗。你们这里面有老友粉吗？你们可以说实话，你可以说什么？可以分吗？三万，路数一样，一样的路数，一样路数，一样的套路，可能还真有老友粉。要么当最后，要么当第一。感觉如他们心愿了呢。哎，在演，还在演。感觉他们好高兴，不知道为什么，心情很好呀，感觉。是真的，肯定真的。你看，如他们的愿了，俩茶。好的，所以蓝队可以获得十六万。哎呀，头疼！你坐在这里赢第一笔钱的时候，你有多开心？现在就有多落寞，幻想着。恭喜你发财！
头疼。没事，我们不是垫底。最后你都当不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你们看到了吗？我就是一个反面例子。上船之前我还有房子呢。下次再说开，爆箱跳去。来吧，运货物的最后一次谈判。来吧，来，我们很快。我们很快，我们速战速决。天真姐好可怕，是看透是吧？谁知道，就全都被人猜中了。你谈的时候你就不能让那五万，你就五万，要不然不谈。你一让到九万，他就知道你肯定有两个了呀。你赔八万块钱，你的二十万你就少了，那二十万你是可以拿回去的。我觉得他这么着急，肯定是怕开。他是希望你开。他怕开。他因为他觉得你开，他想要拿十六万。他好可怕，一会儿你来猜吧，我猜不透。来了。哇，他们来的好快啊！他们人家有杨总呢，那家伙玩心理战呢。这一轮我们有要求。你说。天真姐不能说话。天真姐不能说话。我满足你们。不玩了。让他闭麦。我们派出陈哥就可以了。快问。说，直接说。说一说吧。两个安慕希。益生菌酸奶。没了。没了。怎么又来这套啊？两个酸笋。两个六吧。两个安慕希。最后一轮还敢开不？他肯定有老友粉。我们确实有老友粉，没房里放。我们有三个老友粉。我觉得安慕希很少，因为我们十样东西都拿全了，才拿了一个安慕希。那我们想开一下，其实。又来，你真的。因为我们其实也是十件拿齐，就拿了一个安慕希。一个安慕希，一个老友粉。两个安慕希。没有老友粉。没有老友粉。不让利，不让。这船上没有实话，没有实话，别信了，他们肯定赌你们不开。来吧，经理人，请决定。我觉得这个游戏要就从头到尾不开，要就从头开到尾，要就从头到尾不开，要就从头开到尾。一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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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查，查，查，查。两个安慕希，我觉得安慕希很少。到货。这两个安慕希的概率真不可能吧？啊！两个安慕希！哇！谢谢代言人！哇！谢谢代言人！说你瞒不过我们吧？出其粉碎可以获得二十万的收益。不要再坐这儿了，太可怕了。来试试。哎呀，我现在的心比酸笋还酸。我们组遭到了非人般的虐待。咱们就享受今天吧。三分，抢地主，抢地主啊！是吧？是两个。如他们的愿了，俩茶。哇！两个安慕希。那我们开箱子的上半场谈判就已经结束了，大家的收益排行情况又发生了变化。现在来为大家公布一下，请看。目前稳居第一位的依然是凯哥和张征元组。
黄瓜、杯子、TR 标的康师傅绿茶、腾格野餐店、糖面包、番茄、白萝卜。准备好了吗？好。可我现在有点缺氧，我觉得。你是不是开始有点紧张了？紧张，成不了一点大事儿。来。好，预备。第一组第一次挑战，奔跑吧！番茄、黄瓜、白萝卜，没有白萝卜呀，走，走走。第一个饮料，带R标的康师傅好像有那个，不行，有吗？这儿找到了。哇！还挺长的，主食。厨师没了，没了，没了，没了。停！啊，太厉害了，太厉害了！面包都拿出来了，成格，成格不是绿格，拿错了颜色。那个野餐店，野餐店，野餐店，野格，四个吧？不知道，现在拿一个吧。所以一共成功的东西是五个，五件黄瓜。长面包，大R标的康师傅，康师傅茉莉绿茶，白萝卜，白萝卜，番茄，番茄没了。可以，子夜可以可以。那你们第二位出战的，请来这里拿取物品清单。周深给他们打个眼，告诉他们什么叫歌手。我，你不要给我压力。深深这是赌上了你的那个演艺生涯。你们俩就放心拿吧，都不用跑，走着过去都行。这一局游戏对我来说压力也太大了。别紧张，深深，没人责怪你的，你这么厉害，这一次不算什么的。不是说不要给我压力吗？无论如何，你在我们心里都是最棒的。休息一下吧，子怡。啊啦一声。啊、你一会儿要没喊这么长，我告诉你。啊，来了，快跑，他要跑了。他现在是赌上了职业生涯，压力，这比现场直播唱歌可怕多了。来了啊，你准备好了啊？奔跑吧！有主持吗？耳快是主持，耳快是主持，这个就是耳快，走。哎，没了。野餐垫，野餐垫。然后饮料有没有带盒了？没有，没有，没有。快一点！还能说话。有没有可能一边出声一边吸气？那还是有点难。花没有，蔬菜有，蔬菜有。什么？南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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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萝卜，白萝卜，白萝卜，还有什么？啊！救命！快点，奔跑起来！毛竹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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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糖，有糖，有糖，糖，糖，拜拜。哇，他是在搞创作。糖、宝珠梨、白萝卜、南瓜、耳胯、野餐垫。恭喜这一轮你们拿到了六件物品。其实最后一轮跑好累啊，前面都跑过了，对，因为你跑了嘛，一直在。对对对，我年纪大点，那我先喊了啊。行。杆子，凯哥在吸收大地精华，在吸取天地精华，吸天地之灵气。为什么凯哥范儿起这么足？在干嘛？好，等一下，最远了，有点吸太多天地精华了。来，哪儿了啊？
奔跑吧。感觉蔡文酱起飞了都，哎快！康子，康子，鹏哥，走，蔬菜、水果、水果、水果。这青儿没了，还有吗？没了。哇！没了。哇！没了。哇！没了。哎。等等等等等等。海哥，海哥，我们都走回来了。回来了。要再来一轮。好厉害！哇！这以前练什么？这是练小号的。哈密瓜、苹果、红锅、白色花、饵块、红哥野餐垫、红哥野餐垫、鲜花饼，全了。拿到了七样东西。七样。我现在眼前有点黑。看不见了，就一个人看就行了。就一个人看就行了。不是黑。你说的白是什么白？听到他们气好足，就好难受。来，进行第二轮挑战，来吧，我加油。真好吧？什么东西？茉莉花？什么玩意儿？西兰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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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有西兰花？西兰花，这，还有什么？OK 没事了，吸气了，没有，就是没有等一下，没了，是跑完之后没气儿，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没气儿。西兰花、花椒和花生油，拿到了三件物品，好离谱啊！大家累了可以品尝一下康师傅无糖茉莉绿茶，大家累了一会儿可以品尝一下康师傅啊，茉莉绿茶真无糖，选用春豪级的茉莉花茶，茶味纯正，没错，确实是真无糖的啊，喝起来非常健康，大家一起来试一下吧，非常健康。我真的喝到了茉莉的味道，很清香，很好喝，而且啊，你看这里写着零糖、零代糖、零能量，感觉就算喝很多也不会有负担呢，还能很好的补充活力，既好喝又健康。我开始不用你们砍啊、哦，不是他一只脚在上面，哎，别说话了，别破了我真气。你出声了吗？你这是在练呼麦吗？你都要入定了。这纯搅和，这不能算，这不算了，我被白鹿。我像一头驴，被白鹿给拉着。正正阳两分。稍微长点，哥，必须长，你放心。奔跑吧。
行不行？虽然他们没打扰我，但是我能感觉到这儿有很多热气。五样啊！宝珠梨，米线没拿对吧？米线跟耳块没拿。自然粉，耳块没拿。T R 标的康师傅 ，OK。成功五样，第一轮。来，晨晨。蛋包。等会，没，还行啊。你还抢好了。我听到了呀。找调呢。好吧，来了啊。小米线，小米线，小米线，哎，不能聊不少，二彪，晨儿哥，你们俩是不是也太慢了点？好几个里头没有。什么玩意儿？不是，走错屋了。